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330页。倒数第三行，法华譬喻品曰：如来有无量智慧。我们参考资料里面学习了转八识成四智。第二个是力，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十种能力。我们以《圆觉经》跟《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这十条，我们前面学的第八，现在从第九看起。知续命无漏智力，为如来与种种续命，一时乃至百千万时，一界乃至百千万界，时此生彼，时彼生死，性命、饮食、苦乐、寿命，如是遍知。故名之续命无漏之力。所以，修行有好处啊！从这些地方，我们就非常肯定，人没有死，没有生死。一切万物也没有生死，生死只是个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从意念产生的，佛在经上我们常常读到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桩事情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一切法就是一切现象，特别强调的是物质现象，哪里来的？意念生的，意念也是一种现象，从哪里生的？现在科学家还不知道，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可是佛学家像量子力学家也提到了，说得很模糊不清楚。他们看到这个现象，这个念头的现象，说这个东西突然蹦出来，马上就消失掉了，没有原因。可是这个他看到这种现象呢，经典上讲过。楞严经上说，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一生起，立刻就消灭了。速度多快呢？那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念，就念头。每一个念头里面都有物质现象，每一个念头里面都有受想行识。换一句话说，每一个念头里头产生的幻象啊，就是无蕴。观世音菩萨厉害呀，照见无蕴皆空，他看见了。观世音菩萨是等觉位呀。佛告诉我们，八地菩萨就能够看见，
就能照见了。啊，那八地以上，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妙觉是佛了。啊，这五个位次，把这些境界看得清清楚楚，啊，那么快的速度，他们能看到，说明自性本具的智慧能力，这是叫能力。啊，十种。能力是无量无边的，啊，无量无边的能力，简单介绍归纳为十大类，啊，所以我们只要回头，啊，回归自信的，这宇宙之间，大大小小的事情，没有一样不知道。啊，特别是知道我们自己，也知道一切众生，啊，生生世世，啊，这是举我们自己为例子，无量劫中，无量世里头，啊，时时在这个地方死，生到别的地方去了，在那个地方去死了，又生到这边来了。这两句八个字说明轮回的现象。啊，你在这个世间行命知道啊，啊，你的这一生当中的饮食苦乐寿命等等，啊，这举几个例子，没有一样不知道。啊，特别是起心动念呢，造业受报啊！啊，所以如来知续命啊，这是一种无漏之力，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统统放下了，这个智慧显现了。无漏智是自性本具的智慧。最后一条第十，知永断习气之理，这一条很重要。成佛了，自己知不知道？知道。成佛了，后面还有没有生死了？没有了。不但六道生死没有了，十法界乃至于十报庄严土生灭的现象都没有了，圆满的回归自性。啊，这一桩事情如实辨知，啊，这上面讲了，为如来于一切惑于习气，见思的习气，啊，早就断了。见思习气是有方法断的，辟支佛就断了。分别的习气也有方法断，菩萨就断了，十法界的菩萨啊，习气断了啊，无明的习气自己知道，不是不知道，但是没有方法断，因为到这个境界已经不起心不动念了。啊，那用什么方法不就起心动念了？啊，所以他不起心不动念，他没有方法断习气。怎么断呢？随着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这个妙绝了。
啊，要多长的时间？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三大二圣期劫。所以，三大二圣期劫是无明习气自然没有了。啊，这个时候人在哪里呢？人在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里面有四十一个位次。啊，华严经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啊，四十一个位次住十报土，他们通通在那个地方自自然然的无明习气没有了。啊，到等觉最后一品叫生相无明。这一品无明，就是这时候这一品的习气，四十一品都讲的习气。啊，习气断干净了，他就证到妙觉果位。啊，这妙觉果位，十宝图就不见了。他住常寂光了，不住十宝图了。所以十宝图有相。为什么有相？他有无明习气。习气没有了，相就没有了。圆满的回归自性。啊，回归自性。这个时候，我们的身，我们的心跟整个宇宙融成一体，没有现象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它在哪里？它无所不在，它无处不在。所以任何一个众生起心动念，他全知道啊，任何一个众生，就像此地讲的，他生生世世的事情，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个不知道啊。他什么时候造业，什么时候受报，什么时候回头，啊，什么时候能听什么样的佛法，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啊，真的不是假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自自然然跟一切众生起感应造就。啊，我们不学大乘不知道啊，学大乘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啊。啊，爱心遍法界，善意满娑婆，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形容啊，是事实真相啊。信德也是无量无边说不尽的，像叫万德，那个万是形容词啊，信德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它的核心就是一个爱字啊，在佛法里不讲爱，佛法讲慈悲啊，为什么呢？怕大家误会。世间人这个爱里头有情。啊，自信里面那个爱啊，里头是智，不是情。里面是智慧。啊，所以对世间人讲，父子有亲。啊，这中国老祖宗所说的，真了不起啊。把信德的核心念出来了，亲爱啊，这个佛家讲的这个情感是纯粹的智慧，真实智慧，智慧里面的爱，那真爱，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没有边际啊，啊，这是信德。信德里头的第一德啊，万德都是从第一德延伸出来的人人都有啊，只是我们迷了，我们不知道自己有，觉悟了，证果了才晓得，
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所以佛看众生，皆是佛，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众生看佛也是众生呐、啊，迷嘛，一迷一切迷。啊，我们今天学大乘，我们今天学净土，希望在这一生当中破迷开悟。啊，净宗这个法门太殊胜了，啊，非常特别，啊，佛的无量法门里头只有这门，除这个之外你再找不到了。为什么？你看成佛啊，一切法门的成佛，烦恼要断了，不断烦恼不能成就啊，业障要消啊，业障没有消干净成不了佛啊，这叫难行道啊，断烦恼消业障谈何容易啊。可是净宗这个法门怪呀、啊，不要消烦恼，啊，也不必消业障，啊，烦恼不需要断，业障不需要消，他能往生。真正是奇特到基础。啊，为什么烦恼不要断，业障不要消呢？因为你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烦恼吗？没有。阿弥陀佛有业障吗？没有。这种道理啊，给诸位说，就像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在十报图那个样子，那个道理啊。你看无时无明烦恼不需要断，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啊。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同样一个道理，你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口里头只有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从来没有中断过的。你看到的，你听到的，你接触到的，全是阿弥陀佛。所以，业障不消，自然没有了；烦恼不断，自然没有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明白、明了、明了。我们就不疑惑了，身心不疑了，因为十报图里头断无始无明习气跟西方净土是同一个道理啊，也是同一种方法。尤其是阿弥陀佛的圣号，圣号功德不可思议，比那个十报图他们断无始无明还要来得巧妙。为什么呢？无始无明的三大时期皆是消得了啊，我们这里不需要三大时期，不需要啊。这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阿弥陀佛本愿功德无界修行，真实的道理了加持我们了。
那他修的，他修的回向给我们，等于就我们修的，这个我们很难相信。现在我们看到量子力学里头，念力就是念力，这个报告里面呢有，啊，别人用念力来加持给你，跟你自己念的没有两样，真假的上。啊，这个价值特别专注，秘诀就在此地。如果不是全心专注，就加不上。啊，那我们知道这种全心专注啊，阿弥陀佛做到了。我们今天没感觉到，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的心散乱。阿弥陀佛的心是专注的，我们用心也是专注的，那就很容易感受到。他那里法师，我这里接受。越专注，接受的信息就越多，就越清楚。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我们不但不专注，而且我们是散乱心，所以。弥陀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收到了，收到了不懂，收到了等于没有收到，啊，不是没有收到，啊，是我们的心太乱了，我们的心没集中，啊，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经文里头这两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多么重要！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度摄六根，精念相继。我们果然做到了，跟阿弥陀佛就通了。他那里发，我这里就接到了；我这里发，他那里也接到了。啊，一点障碍都没有了。这障碍是妄念。障碍是我们的杂念太多，啊，我们的心这个心的力量不能集中，啊，在我们自己，不在外头。阿弥陀佛里边没障碍，啊，这些道理不搞通，不搞明白，我们就放不下，啊。不能把我们的杂乱心放下，就难。搞明白之后就容易了。啊，知道跟阿弥陀佛联络的方法了。一切惑，就是指的见思、尘沙、无明。这三大类也，啊，最重要的习气，啊，一切惑与习气分，永断不生呐。啊，尘沙见思是在十法界里面断的。断得干干净净，无明习气是在十宝图断的。啊，这叫永断习气之力。啊，如来实力呢？简单，我们就介绍到此地。第一下一句，无所谓。后面有一句话总结：诸法之藏。啊，诸法是指一切法。啊，那么这就提到无所谓。无所谓呢，有四种。这个地方揭露是大智度论的。
此四就是四无为，通也无为者，由佛舍利之智内成。这四无为从哪来的？从舍利。舍利从哪来的？从如来智慧。转八识成四智，那是根本呐！转成四智，四智就出现舍利了。十种力里头啊，又产出了延伸了四无所谓。我们找根源嘛。由佛舍利之智那种明了决定，故于大众中凡所说法，则无恐惧之相，故名无所谓。在一切大众当中说法答问无为也。你不会被人家问到啊。以前有一个老同学，平常话很多，能言善道，说过不绝，不能上台。一上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是真的，因为有一次我们逼他上台，上台真的是一句话说不出来，怯场。这就有所谓也。为大众啊，这么多人眼睛看到他。他就委屈了。这个同修好几年前往生了，应该有十多年了。没有恐惧之相，故名无所谓。这有四种。第一个，一切智无所谓。一切智者，于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尽知尽见也。你要没这个能力，不能说无所谓啊。这个能力可不简单了，世出世间法通了。以前李老师告诉我，学讲经是他鼓励我的，我原来不敢了。学佛从来没有一个念头是将来我发心上台讲经，没这个念头。为什么呢？感觉到自己无论在德行在智慧知识都不够希望这一生多听一点经，老实学佛。那个时候没修净土，佛门里头摸索，怎么敢发心讲经？老师用的方法非常善巧，让我到经学班去听课。他去上课，带着我去，你去看看。我在最后一排坐着，听他们上课。一堂课下来之后，我才晓得，他这些学生的程度，不见得比我高。他们能学的，我也可以。所以我就答应老师了，我说我可以参加。
这样的程度，这种修学的方法，可以试试看。老师欢喜。到我在外面讲经，我没有在台中，我在台北，在台北出家。出家之后教佛修院，接受外面邀请，到各地方去讲经。还是经常回到台中。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也是讲到死无所谓，难呐，老师说，讲经教学必须通达事处世间一切法，这世间法不说别的，单单指我们中国一套丛书《四库全书》，你能不能通达？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出世间法三藏十二部经，通达出世法，讲经其理；通达世间法，讲经其机。如果一样不通，你就有困难。你说我通世出世间法，不通世间法，你其理不其机；通世间法，不通三藏十二部，其机不其理，这都不行，就难了。老师送四个字给我，这是老师已经准备他写好了的。一张普通的信纸，信签给我了，写了四个字：至诚感动。这就是他传给我的。那我们凭什么来讲呢？凭我们那点至诚心，真诚到极处，我们求跟佛菩萨感应。所以从通讲起，通事处世间一切法了，我们靠学做不到，要靠感应。这个有道理啊。我这一生的时候，真的就是接受老师这个教训，用真诚心。别人对我不诚，我对人诚。真诚到基础，就有感应。有感应还不行，那个诚上头加一个字智，真诚到极处，你就能感动。所以自己要虚心呐，不敢为人师啊。我们哪有这种德行学问做人师？决定不敢这样，有这个念头啊，有这个念头是错误的，这就功高过慢了。所以我一生心态是做学生，做佛的一个好学生，一切众生都是我的老师。为什么呢？每一个众生他都有他的长处，他那个长处我都学不到的。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话了。求感应。感应真有效啊。别人提问题，我也没准备，
提的问题居然能答出来，哎，讲的对方听了还很欢喜。说完了之后，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近代这些几个老和尚，连地仙法师，讲圆觉经，他自己编的有讲义，但是在讲经讲台上的时候，他发挥的那些道理，讲义里都没写。姜维农居士是他的老听众，他把老和尚讲的用笔记记下来，记完了之后送给老和尚看，请老和尚鉴定。老和尚把他叫来，问他：“你写的是我讲的吗？”他说：“是啊，我怎么会讲的这么好啊？”感应，感应了。不是自己的智慧德能的，不是啊，是在讲台上得三宝加持，是这么回事情。这个方式，李老师传给我，他也是用。地贤法师也是用这样的，那我们就知道，许许多多讲经的大德，不可依靠三宝加持，就太难了。通世出世间一切法，那得要见性才行啊。不见性走到啊，像慧能大师那样子，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行。在教下。大开圆解，就真正开悟了，明心见性能做到，不是这个程度做不到啊。那做不到，今天没人讲了，怎么办？没有人讲了，逼着我们呢上台啊，滥竽充数啊。真的是如此啊，我们被逼出来的。没有能力，没有资格也出来了，就靠三宝加持。三宝能够加持的对象，就是一片真诚。这就是三宝加持对象，有一点点假的就没有了，你就靠不住了。一点假的都没有，真诚到这样子，就能感动，至诚感动。这是我们往后确实一代不如一代。为什么呢？烦恼重。这一代的人比我这一代烦恼重很多。外面的语言诱惑的力量太大，经不起。几个人能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不动心？古时候容易，古时候社会淳朴，没有这么多花巧。现代的社会把伦理丢掉了，不要了。道德不要了，
因果不要了。神圣的教育通通加上迷信的帽子，没有人再愿意学习了，带给社会动乱，带给地球的灾难。灾难过后，看人能不能回头。如果不回头，可能会有更重的灾难在后面。先前在这个时代，觉悟的人、回头的人很少很少，真的是所谓古人用凤毛麟角来形容，这话一点都不错。回不了头啊，这些名闻利养、七情五欲放不下了。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我们学习，我们弘法，劝别人，不靠三宝加持，决定做不到。自己在经典上要下功夫。我们有一分功夫，佛加持一分。有十分的功夫，佛就加持十分。佛菩萨加持是与自己成相对比例的。我们是一点假意的，虚情假意，那完全加不上。这是求加持这个道理。无所谓者如佛也。这是佛说的话，在大智度论里头有。我是一切真智人，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故得安稳，得无所谓。佛是真正证得一切智的人。所以他心安理得嘛。得无所谓啊。在大众中做事之后能转法轮。这个大众，上从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在这个大众中，能为大家讲经说法，做事之后就这个意思，能转法轮。转法轮就是教学。转有传授的意思。佛将究竟圆满的大法传授给大众。那么佛的说法是应机而说的。初学的人讲得很浅显，对你决定有利益，决定有好处。程度高的人跟你说了义究竟之法。这个教学不容易。
跟学校课堂不一样，学校课堂学生程度很整齐，好教啊。啊，佛菩萨这种教学的课堂，学生程度不整齐，有菩萨，有声闻，有缘觉，有诸天，啊，有人众，还有恶鬼出生，程度很不整齐啊！啊，有过去，有根底，生生世世修行苦，有真的这一生才接触。那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啊，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所以这底下又说啊，啊，说住沙门，啊，此地指沙门呢，都指这个出家人。啊，菩萨、声闻、阿罗汉都包括在里头。啊，婆罗门这是代表其他宗教。啊，若天魔，啊，天魔也很能干的。啊，天魔是谁呢？他化自在天王，欲界里的最高的啊，天魔啊，梵是大梵天啊，若夫于众舍不能转啊，举的这些例子跟其余大众啊做不到。佛能做到啊？为什么？佛得一切智啊，这些人没有得到啊！啊，他没有成一切智，他做不到。啊，是。一切智无所谓，因一切智无所谓。这底下有个简单解释：梵语沙门，华严清晰。啊，经教里头，祖师大德给我们解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叫沙门。啊，这个地方讲的简单，勤行众善，止息诸恶。啊，那么一般讲的是比这个是清楚。勤修戒定慧，就此地勤行众善，熄灭贪嗔痴，是止息诸恶啊，比这个更清楚。梵语婆罗门呢，华严净行啊，这是修行人身心清净。天魔梵者，天魔此地讲了，就他化自在天。梵呢是梵天王，就是大梵天王。啊，魔是什么意思？魔是这魔，他们贪图啊人天的，是圣事啊殊胜的福报啊，人天福报这是最大的。他们不能舍啊，不能舍就不能够帮助自己在这一生呢
成佛、成菩萨，所以称他为魔。第二种漏尽无所谓，前面是智慧圆满，这是烦恼断尽了。烦恼断尽无所谓，惑、迷惑、造业，生死就是受报。就是果报，通通尽了。不再搞了。不再起惑，不再造业，不再有生死了。这叫漏尽呐。在小乘这是阿罗汉，在大乘是法云地的菩萨，就是十地菩萨，大阿罗汉，称之为漏尽呢。无所谓者，如佛言，我一切漏尽。佛是真的究竟的结果，妙觉如来为呀，比等觉还要高一层呐。故得安稳，得无所谓。在大众中作师之后，能转法轮，住沙门、婆罗门，若天魔凡，若佛于众，是不能转，是为漏尽无所谓。那么我们要知道，第一个，这是最重要的，是成就一切智慧。成就一切智慧，必须得断烦恼。烦恼不断的，智慧不能现前。断烦恼重要啊！烦恼从哪里断起？破身见，从这开始，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确确实实知道，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吗？不是，我都没有拿来的我所有。有我所有啊，说明你还有个我在呀。你不知道身不是我了，你还知道除了身之外还有个我，那叫什么？我执。我执是什么呢？我执是莫那时的我见。那这个东西在我见迷的时候，我们世间人叫它做灵魂；觉悟的时候，我们称它为灵性。这个东西是真有，但是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执着它就是灵魂，不执着呢？不执着它就是灵性。它就是自性，它就是法性。所以根本就不能执着啊！不但执不能执着，连分别都不要有，你才得大自在呀！所以修行，诸位一定要晓得，真修行的人不能离开环境，离开环境躲到个深山里面去修行去了，能不能成就？不能。为什么？那环境很好，很清净，都市里头走两趟又迷了，那哪是真修行呢？
真修行人在红尘里头啊，在七情五欲里头真正练到什么功夫呢？练到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个高明啊，离开了不是办法。啊，即相立相，那是诸佛菩萨。立一切相，说不着相，这个靠不住。啊，当你一接触，有没了。啊，而磨练自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人事环境。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开悟了，就是理上啊一切明白了啊，跟着文殊菩萨去修学，道理都通了，事上没有经过磨练的，真不着相吗？啊，是根本智得到了，文殊菩萨就叫他去参学。参学是什么？去磨练，就是到人世间磨练。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你都要去接触，看看你还动不动心，还起不起念头。啊，在一切境缘当中，里面有善缘，有恶缘，有顺境，有逆境，通通经历过，在这个里头练到一尘不染，真功夫啊。那叫真修行呐！啊，这种修行才是大乘教里面说的入不二法门，平等心现前，先修清净心，不染污，再修平等心。啊，一切法平等，无二无别。这个时候，你睁开眼睛看，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在面前。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一切万物是阿弥陀佛，一切工作是佛事，入佛境界了。这叫成佛了啊！你在一切人事物里头还有分别，还有执着，那就是凡夫啊。所谓般若经上讲的即相立相啊，啊，知道这一切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诸佛如来。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佛法也不是真的。佛法能够帮助我们见到真的。但是你不能执着，你执着，你分别，你对他起心动念，这些佛法全变成世间法了。你看，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境界随着心想在转变。我们有能力把佛法转变成世间法，反过来我们也有能力把世间法转变成佛法。
你把世间法转变成佛法，你就成佛了。你把佛法转变成世间法，你还是凡夫啊。你把大藏经背下来，讲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还是个凡夫。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清净要在什么？在净缘当中不动心，心就清净了。不分别呢，心就平等了。清净平等，就是佛心呐，就是自信呐。哪有不往生的道理？我们的经体上清清楚楚，清净平等觉，就学的这个。开头看不惯的事情，要能看惯。讨厌的事情能不讨厌？这叫真功夫啊！训练呢，看一切人皆是菩萨，看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我们见人这一声阿弥陀佛不是随便叫的，不是口头禅的，是什么呢？他真的是阿弥陀佛。那这个力量就大了。怎么是真的阿弥陀佛呢？大乘教里佛常常告诉我，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那他呢？他的心是阿弥陀佛？是啊，阿弥陀佛就是他的心啊，一点都不假了。我们这一生称他，希望把他唤醒，唤醒我自己，也唤醒对方。我是阿弥陀佛，你也是阿弥陀佛，一切众生个个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阿弥陀佛什么意思？阿凡作无，弥陀凡作量，佛凡作觉，无量觉。我的自性无量觉，你的自性也是无量觉。一切众生的自信通通是无量觉，无量觉梵语称阿弥陀佛。无量觉就是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用什么方法觉？清净觉了，平等觉了。不平等不清净，永远不觉。所以我们真正修行头一个就是不被染污。怎样才不被染污呢？生活在这个世间，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处事待人接物，不受外头境界干扰。什么干扰啊？我喜欢干扰了，我讨厌被他干扰了。要怎么样呢？如如不动。如如不动不是木头人。非常亲切，就跟对自己一样，就跟对真佛一样。今天阿弥陀佛来了，我们用什么心态对他？那我要用这个心态对所有一切众生。这个人是善人，阿弥陀佛。这个人是恶人，也是阿弥陀佛。善恶是他的习性，不是他的本性。他的本性是阿弥陀佛。习性是假的，
本性是真的。我们要对待真的，不对待假的。啊，假的不善，慢慢我们会把它转变成善。我们要做好样子给他看，我们要多把事实真相讲给他听，诸法实相啊，这就是佛法了。啊，诸法实相啊，就是对一切诸法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那我们的对象啊，包括菩萨摩诃萨，包括九法界一切众生，这叫真修行，这叫慧修行。啊，起心动念全是这些概念，没有其他妄想啊。啊，他能不成佛吗？我们明白了。明白了就真干啊，天天把这些妄想习气淡化，断不容易啊，越来越淡，一年比一年短淡，一个月比一个月淡啊，一天比一天不容易，在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淡，哦，那进步就太快了。真修真干，我们跟阿弥陀佛走得越走越近啊，我们跟六道轮回跟生死走的是越走越远啊，跟阿弥陀佛越来越近，这条路光明大道。真正能转法轮。下面第三呢，说张道无所谓。障是障碍啊，设彼魔外，障彼圣道之法。啊，魔障碍，障道。外道也障道啊，佛能说，能讲得很清楚啊。啊，魔跟外在哪里？实在讲，不是在真的在外头，外头没有，全在自己。啊，大乘教里头，佛常说。心外求法，这就是外道。说得好啊，心外有没有法？心外没有法了，没有法你去求法，那不就错了吗？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都在心内，不在心外。如果一切法在心外，你怎么能转得了它？正因为一切法不在心外，所以你的心才能转得了它。
啊，这个道理，近代科学家他们发现了。我对这个道理以前也怀疑，只能随顺。哎呀，古大德这个讲法，我模模糊糊的就说了吧。实在讲，近代科学报告对我的帮助很大。我看了这些报告，我看得懂啊，跟佛法讲的一样啊。那换句话说明，佛法一点都不假，完全接受了。啊，佛法，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的，这些科学家最近30年才发现的，啊，居然讲的一模一样。我们对世人不能不佩服啊。今天的科学，当然，最近这200-300年来，啊，这是科学的基础啊，步步高升呐，啊，踏着前人研究的成果，不断向上提升，提升到近代，啊，德国的普朗克应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为什么呢？他发现物质的真相。啊，这个人了不起，一生研究物质到底是什么。这是宇宙的奥秘。他的研究把这个奥秘揭穿了。啊，原来物质是个假象，不是真的。啊，物质只是意念波动里头产生的。啊，所以他说，意识是物质现象的基础。啊，没有意念就没有物质。啊，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正是佛在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切法就是物质现象。啊，从哪来？从心想生。啊，所以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一个发现如果是真实的，被科学家都接受了，我们整个世界要改观了。啊，为什么呢？第一个叫医疗上，需不需要医药了？不需要了。啊，科学提出了4个字：疑心恐悟。就是用思想念头控制物质现象，他举出很多例子，啊，有证明啊，啊，许多得不治之病，啊，医生宣布他的存活期只有2-3个月，放弃治疗。啊，那么这有些人心平气和，把生死看得很淡，他完全不在乎。啊，集中精神还干他的事业，过了2-3-4个月才检查并没有了。啊，什么原因呢？他没有想到他的病，他不想他的病，反正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想他干什么？他该想的时候该干什么，他专心去干，
啊，那么他带着病毒的细胞自然恢复正常，叫一心空。如果有宗教信仰的，他这个意念更容易集中。啊，他集中他的经典，集中在他的上帝，啊，他的神，这真有效啊！不是那个灵啊，是你自己灵啊！啊，我们佛门有这个例子啊，啊，早年山西小院40多个人，不是少数啊，啊。都得的是癌症末期，啊！医生宣布2-3个月存活期，他们放弃了，放弃治疗，他们也不怕死，心平气和，啊，专心念佛，啊，求生净土。3个月之后再去检查，病好了。没有了，医院的惊讶，是不是诊断错误？啊，再把诊断书找出来，没错啊。为什么他好的？奇迹，不是奇迹，念头。啊，这是一心空无啊，最好的例子啊，就是心，最重要的信心。念头要集中，其他的都不想了，只想佛。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念佛这个力量太大，无与伦比。啊，意念集中啊，无事不办的。佛在大小乘经上都说，智心一处，无事不办。啊，那用意念来治病，小事，小事一桩。啊，自己身上这些病毒的细胞，可以完全恢复正常，就用一句佛号。我们其他的都不想，这个最重要。啊，什么事情都放下。260种。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无论什么样的毛病全好了，啊，除非你寿命到了，寿命到了肯定阿弥陀佛接你往生。啊，寿命如果没有到，什么毛病都好了，都恢复正常了，啊，冤亲债主他也会离开了。为什么？你天天念阿弥陀佛了。以这个佛号加持他，他得利啊！因为你是用真诚心念，用清净心念啊，冤亲债主都沾你的光啊，他都能往生啊！真的是自利利他了啊！科学家告诉我，我们居住的环境不会有灾难。不是，灾难是不善的念头感得的。念阿弥陀佛，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了。这个力量不可思议。啊，自己的念力，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你这个地方怎么会遭难呢？哪有这个道理？啊，理一定要搞清楚啊！啊，所以障道为圣道做障缘，第一个就是不信。
或者是信。名闻利养放不下了，这张道啊，啊，还有大乘佛法，心里多想去辩学，也是张道啊，你不能成就吗？这是什么？这是把佛的教诲颠倒了，就长道了。你按着顺序去做，一帆风顺。啊，四弘誓愿是我们修行指导最高原则。首先叫你发菩提心。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是发菩提心啊。啊，发菩提心之后真修，真修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啊，你把这一条收获了，你就搞下头一条，法门无量誓愿学，错了，就变成障碍了。为什么？烦恼不断，法门学不成。不管怎么样学，都说句常识。知识不是智慧，烦恼断了，学法门是智慧。哎，而且学法门是有次第，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在什么时候学呢？在断烦恼的时候学，因为这个方法能帮助你断烦恼。一门深入，没有杂念。帮助你得定，帮助你开慧。啊，慧开之后，才广学多闻。广学多闻是第三条啊！啊，你看这里讲的都是这个意思，这不能不懂啊！啊，我们把顺序搞颠倒了，障碍就产生了。善学的佛道是正道，学错了佛道也是邪道。啊，我在早年学经，那时候刚刚到台中，同学很多啊，有一天大家我们在讨论佛法，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佛法能度人，也能害人。啊，我们一个同学听了不服，佛法怎么会害人呢？啊，他们去找李老师，老师说是啊，没错啊。佛法能救人，佛法能害人呐、啊。学错了就害人呐、啊。啊，佛法是药啊，药对症了，哎，救了我们的命啊，治好我们病啊。吃错了药呢，那药都治病的，但他不治你这个病，你吃了这个药啊，不但病没加好，加重了，甚至于吃死了。那不就害人吗？佛法就这样的、啊、所以学佛，佛就常说佛法无人说，虽知莫能解，世间聪明智慧他不会理解的。为什么？烦恼没断常常把佛法解错了。佛法没有过失，你解错了，你用错了，那就要命了。
啊，因此学佛不能没有老师，不能没有好的同参道友，这个对你帮助太大了。啊，自己修学，那除了把沉静谦和做到，然后专心念佛，一门深入心。啊，沉静谦和是德行啊，真诚、恭敬、谦虚、和睦，一门深入可以。啊，没有这种德行的话，一门深入也不行。那是在居住条件啊，通途法门都是信解行证啊，这是一般通途的方法啊。第一个，你要真信，一点怀疑都不能有；第二个，要理解啊，正确的理解，然后起行啊，知道怎么个修法啊。四弘誓愿是总纲领啊，头一个发心，发心是动力。我学佛，我学经教，我断烦恼，我学法门，我成佛道，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是愿度，我都是为这个，不为自己，这就对了啊！要是为自己，自己这个概念就是魔障，它就障道啊！决定不能为自己，要把自己放下，我放下，我所放下。啊，净缘没关系，自己心清净，一丝毫都不染着就对了。没有牵挂，没有烦恼，啊，没有东西能扰乱，啊，这是说障道无所谓也。啊，如佛言，我说障法啊，障碍修学的方法了。说这些东西，故得安稳，得无所谓，在大众中做事之后，能转法轮，住沙门婆罗门，若天魔凡愚众，舍不能转。啊，他们做不到啊！是为说张道无所谓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张道不在外，在自己。中国老祖宗说的一句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问题自然解答。”就通了。如果说这个障碍在外面，那永远不能突破啊！一切障碍决定在自己这个道理很深的、啊、它是事实真相啊！很多人不知道啊，若别人掌握，没这个道理啊！我念佛，我读经，我研究经教，谁能掌你？
啊，我讲经有人涨你，他是不是真涨了？没有，看你的心态。啊，如果处在这个境界里面，没有怨恨心，心平气和。啊，这什么？这它提升了你的境界，它帮助你消业障啊！啊，凡是遇到不顺，总是自己的业障。啊，你欢喜接受，感恩的心，你业障化解了，你境界提升了，没障碍。逆增上缘呢？哪里是障碍？啊，我们自己功夫没见到，我们帮助众生也没见到，啊，所以知道所有一切障碍是自己。啊，除自己之外，谁都不能障碍你，天魔不能障碍你，烦恼不能障碍你。啊，你全看破了，你把事实真相认识清楚了，远离一切魔障啊。啊，冤亲债主通通化解了，无我就化解了，有我就很难化解。无我怎么样？他找不到你了，你这个人在化解里头消失掉了，没有了，他找不到你了。有我他就找到你。无我就找不到了，啊！我心里这个阿弥陀佛，他就找阿弥陀佛去了，啊！我变成阿弥陀佛了，他找到阿弥陀佛，他就得度了，好事啊！啊，他跟我有缘啊，我得度，他也得度了，啊！这个道理要知道。你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常生欢喜心啊！你说你的心情多舒畅、多快乐啊！我们再看最后一条，第四，说尽苦道无所谓，说尽苦道者，说。能尽诸苦之道法也，道是道理，法是方法，就是能够说怎样把一切苦断掉，断干净。佛能说这个道理，能说这个方法。啊，故得安稳得无所谓，在大众中做事之后能转法轮，住沙门婆罗门，天魔凡愚众是不能转，他们做不到啊，佛能做到啊。啊，最近有几位同修来问我，啊，大家都晓得，2012马上到了，啊，听说是个灾难年，
我们学佛，我们要学哪个法门？经典这么多，我们学哪一部经？他们问我，我说我学无量寿经，我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无量寿经就是一切经，特别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不是凡人能做得出来的。这个注是集注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就是集经论古大德注解之大成啊，他这个里面引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注解，这不是他自己的注解。这个很了不起，我们读了这一部经，这个注解就是读了一切经啊。这个注解的内容有大乘，有小乘，有禅宗，有密宗啊，有教下，教下包括了天台、华严、法相、三论，通通都包括啊。所以你读这一部啊，等于说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东西全都读到了啊，他都浓缩归纳在这个里面。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而修行的方法就是发菩提心，一向转念阿弥陀佛。我们要相信啊！早年老师常常劝导我们欢心啊，老师提倡坚定的口吻，教我们欢心啊，欢什么心呢？把我们心里面拉拉杂杂东西全放下，把阿弥陀佛装上啊，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这叫欢心。这说法好极了啊，心心不离阿弥陀佛，生生不离阿弥陀佛，你能不成佛吗？你能不往生吗？哪有这个道理啊？夏莲老到这个时间来，他来干什么？就是来汇集这个经的。这部经能度末法9000年众生啊，黄念祖来干什么？来注解这部经，这个要知道啊！他们到这个时间来，得三宝圆满的加持，没有三宝加持，他做不到。都是不可思议的大事，不是小事啊！我这一生修学，又与他们有关系。我的亲教师，一般讲和尚啊，李炳南老居士，
啊，李炳南老居士的教跟没关系，老居士学的啊，没关系，老居士跟下莲居是师兄弟，非常好的同参道友啊，黄念祖。是没关系的外甥，啊，是下莲居老居士的传法弟子，啊，我们有这种关系在里头。我们见面无量欢喜啊！啊，怎样把这个经注解发扬光大，让大家呢？都有正确的认知，这桩事情我来做。啊，我有学佛60年的基础，讲经53年的经验，最后选择这部经。相信没有选错啊，这是给大家学佛的一个信心的啊，我来推动啊，往后印经我就印这一部，希望我们的本子。有个标准本子，里面一个错字都没有。啊，你们同学发心，要做一个复册。啊，就是这部经注解里头，难字、注音、注解，啊，名词术语，查一些资料，编辑成一部复册，很好。啊，这个让大家将来学习这部经典省事多了。啊，像我们在此地刚刚遇到这一段经文，如来有无量智慧。啊，我们讲四智菩提，力，啊，查到这舍利，都是经论上说的，啊，四无所谓。那么这么多好的参考资料，接着讲诸法之藏啊，连起来，如来有无量智慧力，无所谓诸法之藏。这个诸法之藏就是大藏经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能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这个地方的大乘是指一乘法，不是普通大乘。啊，佛能够于一切众生一乘法。啊，一乘法。古大德都承认，释迦牟尼佛一生啊讲成佛的经典，就是成佛的理论与方法，这个三部经啊，第一部《华严》，第二部《法华》，第三部《梵网》，但是
梵网经呢没有翻译到中国来。梵网是一部大经。传到中国来只有其中的一篇。心地戒品现在人受梵王菩萨戒就是这部两卷上下两卷就这一品全经没到中国来那么今天我们又知道一乘经里头还有这部无量寿经什么叫一乘经？帮助我们在这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这叫一乘经。那这个经当然就是《华严经》到末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就是归无量寿。无量寿经没有走弯路，确实是成佛的捷径，而且一切众生遇到这个法门都能成就。不像华严，不像法华，华严法华你看看，但不能不尽能受，不是一切人都能够受的。都能接受的真的是上上根人。那么这部经，从上上根到下下根，普度平等成佛，比华严法华还殊胜。古德称这部经叫中本华严，说得不错，一点不过分呐。阿弥陀经称为小本华严。那么换一句话说，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大本阿弥陀经。一界是三，三界是一，这个我们不能怀疑，怀疑就错了。下面经文，世尊叫着舍利弗，舍利弗。一世因缘，当知诸佛方便力故于一乘法了，分别说三。世尊度化一切众生，确实是一乘法，希望一切众生真能回头，在一生当中成就。但是。众生根性不相同，上上根人没问题，中下根人不能接受。断烦恼，理上讲没问题，一念之间的；事上讲没那么容易，因为众生在六道时间久。纠缠与一切众生纠缠在一起，关系非常复杂。没那么容易断掉啊。所以佛才说三乘。
啊，三乘是什么呢？深说、浅说、再浅说。啊，就有浅深次第呀。啊，最浅的这一分，中下根性人都能学。啊，次一等的人，像声闻缘觉这些人，他们可以学。啊，一乘法，大乘根性。又法华文句曰：啊，法华文句是《法华经》的注解，智者大师做的。这里面有说，方便者门也，这是比喻。你怎么能入法华境界？啊，有方便，这个方便法就是像门一样，你可以进去。为真实作门，真实是明心见性，真实是诸法实相。啊，真实的显，功有方便呐、啊。这话说得很好啊！啊，你能够明心见性，你能够见到诸法实相，统统要有善巧方便，你才能做到啊！是一这个解释，这几句话是黄念老的啊。以《法华经》文句的解释，这小乘为入大乘之门，这方便门。啊，由人天入小乘，啊，也是方便之门。由三乘呢，为通于一乘，故一名方便教啊。啊，三乘是人天乘、声闻乘、菩萨乘，啊，缘觉包括在声闻里头。这样才能通于一乘。啊，所以这叫方便教。啊，那么在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里头，阿含是人天教，啊，可以证阿罗汉。方等是从小乘通于大乘，般若是大乘，最后通到法华，法华是一乘。啊，般若以前呢，都叫方便教。以上经论呢、啊，正贤善利方便呢，显示三乘之旨。啊，你看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把他的弟子最后都入佛境界。啊，最后到华严。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啊，所有的学生都毕业了，都拿到博士学位了。啊，还有没有升得下去的，也都种了善根了。啊，这些种善根的人，如果遇到净土法门，个个成就，没有一个不成就。不但人天成，啊，连畜生、恶鬼、地狱，遇到这个法门，都能一生成佛，这还得了吗？啊，以上第七转法轮，到这里就圆满了。
啊，下面是第八段，八相成道最后入涅槃。啊，今天我们学到此地。